其实从凌晨到现在，其实心情情绪上也有比较平稳了。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警察局在中午前也送至防弹背心至谢采访员服务处。后续书房的竞选活动也会如常正常进行，有乡亲长辈的鼓励加油打气，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打赢这场选战，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辖区的谢采望议员，那以及谢书凡议员候选人，根据我们查明的结果，还有当事人多名，他们并没有跟人家最近有纠纷或结怨相关的一些安全维护。未来我们也会针对竞选总部进行24小时全时的加强安全维护。